Hello，刚才去跑步了，哇，你看跑的满身大汗，然后跑了六公里多，你看全是汗，然后跑步锻炼体能啊，然后重点是我打算拍那个环金系列的环金门的，所以现在想要练一下体能。有打算走外围的，外围可能没办法一次走完。你要是走40几公里，那可以一天走完。那是走最外围，估计可能70-80公里吧，那个一天走不完。就打算锻炼一下体能呢，让自己体力好一点。因为跑步的话，基本上每年我都会跑半马，全马有练我才会那个。然后就是带我的。Watch，OK，、okay, 他有可以打电话的，蛮方便的。对啊，对啊，现在有空晚上就跑一下，大概6公里吧，大致像这样子。最主要还是说保持基本的体能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跑步也不喜欢带有没有的。对啊，我都穿的鸭拖，你的鸭拖 ？OK， 顺便减一下重了，最近体重太重了。OK， 好了。那影片结束了，最喜欢的朋友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